只是说它现在有在翻新之后，可是它外面还是就是把它保持它那种风貌这样子。对啊。三，然后呢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六，这个女神呢，她代表就是一个公平，跟一个就是，所以你可以看她右手，对，右手拿着剑，然后左手呢拿着秤，她代表就是说在，对。在这边让你做，然后让你，然后为，让你审判，这样代表一个。